各位火把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来到本周的 Your News。我是主播 Popo， 我今天请到了一个在网络上也很红的 YouTuber， 他叫做博翔。Hello， 你们知道吗？他演过《火把圣诞剧》里面的姜饼人哦。都没有人认识我，谁叫你脸要涂那么黑？说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博翔来呢，就是因为我朋友寄来一个东西，我们要来开箱介绍给大家。哇哇，所以是这个吗？没错，就是这个。我们今天就是要来开箱啦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都请我来了，不会只有开箱吧？好像不是只有开箱哦，让我们一起来收看本周的 Your News。 哎呦，柚子啊！妈，我又长高了。哎呀，怎么长那么高？衣服还有裤子都要买新的，这样加浪费加车贼啦。哎呦，我就跟你说，你们家静香。妈，我回来了。我跟你说啊，大雄你回来了，你今天数学考几分啊？零分。零分，你怎么回来啊你？回来了。每个妈妈有不一样的性格，但却有一样的爱。你一样不一样？欢迎各位火把弟兄姐妹带你的妈妈一起来参加母亲节特别主日，地点在火把教会办公室大会堂，时间是5月12号星期六下午4点，还有晚上6点半，还有隔天5月13号星期日早上9点、11点，还有下午1点半，总共有5堂的聚会。由于大会堂位置有限，这次的聚会提供妈妈 VIP 保留席。每一张 VIP 券可供4位弟兄姐妹进场，4个人当中必须要有一位是妈妈哦。我想，你这个位押金，那要办？郭宝总裁，我最近感觉空虚、寂寞、小可寒。安尼，你俩是来接人？什么人？一人就是耶稣。耶稣。以耶稣相遇课程奇妙的信用之约，打开生命中最密集的情谊。时间是5月5号到6月30号，总共有7周的课程，报名期限到今天为止哦。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？接下来这周三早上有信心的祷告之周三祷告会，欢迎火把人一起在早上祷告敬拜神哦。究竟上帝呼召了这群领袖，上帝和他们的情感纠葛、意向的安排到底是什么呢？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礼拜四有属于领袖的意向之夜，时间是5月3号晚上7点半到9点半。呼，终于可以来开箱喽！ Yeah. 既然博翔来当我们的特别来宾，就交给你来开吧。好，是什么？哦，是5月 QT 笔记本，5月份 QT 笔记本热烈贩售中。最后，欢迎第一次来到火把教会的新朋友，会后到新人柜台，让火把教会更多人认识你，也让你更多了解火把教会哦。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，不要忘记按订阅，还有分享，小铃铛要记得打开哦。还有粉专跟 IG Your News， 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